大家好，我是东瀛走桥的鲍勃。前一阵子在新宿车站看到一台卖名片的自动贩卖机，让鲍勃回想起2017年找到的印章自动贩卖机。那我们就来玩玩看吧。一次1000日元，然后一分钟就可以印出来了，应该适用于等等要去见客户，但是又忘记带名片的窘境。先按开始，然后从界面中选出自己想要的版型，来选个英文的名片。首先输入公司或学校等等的名称。东瀛走桥的英文名字叫 Tokyo Gogo Look， 大家知道吗？应该不知道。接下来输入网站，我们没有钱跟时间做网站，那就捏造一个。再来是我的职位，那鲍勃在此宣布，今天成为东瀛走桥的 CEO。输入我的名字，俏皮点来个笑脸吧，呵呵。地址就是台湾。电话号码、传真、手机号码、电子邮件就随便输入一下，然后检查一下有没有问题，开始印刷，可以拿到30张，客户发一发后再送几张给朋友，印出来喽。贩卖机的品质还 OK 啦。